是不是比较不一样的颜色是蓝绿色？今年的新颜色是蓝绿色，我觉得它特别的就是吸睛可爱，而且我觉得它那个健康肤色穿起来非常的显白，版型就真的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就是轻松驾驭的一个款式，它就这样非常的宽松宽大，然后像搭一个小短裤在里面，或者是搭那种任何长裙，我都觉得非常的好搭，都有那种轻盈可爱的感觉。今年是这种卫衣布的材质，所以呢卫衣布的话它是非常我觉得算是最百搭的布料款式，然后就不会到太热，螺纹的收边，然后蓬袖设计我觉得很可爱，跟它这里有那种外车线，这里都是外车线的，一般的时候会没有混色，然后它侧边都有那个小小的开叉，有哦，两边都有，这个车线的话是往外翻的，就看起来就比较设计感，它这个纸跟刚刚第一件毛衣的纸比起来，它这个比较饱和一点，下摆是我觉得它是有点 让它滚边滚起来的感觉， QQ 的感觉，袖子很长，超级长，无辜感是白灰，还有一个花灰，还有一个纯黑色。这个其实再冷一点，你里面搭比较厚的衬衫，然后把领子拉出来，也是有保暖度的。